的，同学们，咱们继续来学例题二。在学例题二的时候呢，请你拿出正方形的纸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咱们一块来读读题目。这个题说呀，请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把它折叠一下。什么叫折叠啊，孩子们？平常没少玩过折纸吧，对不对？嗯。咱们会折纸飞机了吗？现在？嗯。会折小船了吗？嗯。咱们今天呀不教这个，今天呀只来折正方形。我们来看看，要把这正方形纸折叠一下，对吧？折叠出两个形状大小都一样的图形来。我们来观察一下吧，这正方形呀，它的四条边全部都是相等的，对吧？嗯。我怎么折叠一下能折叠出两个形状大小都相等的图形呢？在这儿你看，王老师随便折一个，我这么折，哎，我折出了两部分。这样行吗，孩子们？嗯，这样不行吧？嗯，因为这样折完以后，这两个图形是大小形状都相等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一个太小了，一个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想折出两个形状大小都相同的图形来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同学们，就是你左边和右边折完以后，必须得重叠起来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要完完全全重合起来呀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想重合，我是不是得沿着中间这条线来对折呀？嗯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想一想，要想折出两个形状大小一样图形，我可以这么办吧？你看啊，我沿着中间这条线我来对折一下，可以吧，同学们？可以。你看折完以后，这左边和右边这两图形是不是完全重合在一起了？嗯，是吧？一展开，请你观察左边和右边这两图形是不是大小形状都相等的？嗯，对吧？所以我沿着中间这条线我对折一下，折出了两个什么图形呢？长方形，对吧？这是不是一种折法呀？对吧？嗯，好，这种是我沿着中间这条直线对折的，对吧？嗯，那你还能不能想到其他的折法呢？我这样是对折，对吧？嗯。我同学说，老师，我在上这样，我上下对折，这也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上下对折折出来的是什么形状呀？也是长方形。还是两个长方形，对吧？嗯。所以你发现了，不管是左右互相对折，还是上下互相对折，折出来的都是两个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还有没有再特别一点的呢？你观察一下，我这个正方形呀，你看它是不是有这两个点是对应的，对吧？嗯。这个呀，连线叫做它们的对角线，因为这两个角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想一想，我们如果沿着这个对角线这样折一下，能折出来两个什么形状呢？哎，发现了，能折出来两个三角形，而且这三角形也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动手试一试吧，孩子们，你看，所以在这儿啊，我们要想折正方形，要想折两个形状大小一样的图形，有几种方法呀？两种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。第一种是折两个长方形，第二种是折两个三角形，对吧？嗯。这两种方法，请你记住了，它们是最常见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可以自己动手试一试啦，孩子们。好的，接着咱们来看看第二小问。第二小问呀，还是得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了，请你准备好一张新的正方形的纸。在这儿我们说呀，请拿出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把它折叠一下，折叠成四个形状大小都一样的图形。现在题目变了吧，孩子们？嗯。变成要折叠成四个形状大小的都一样的图形，对吧？在这儿它不仅仅是折一次了，我们可以通过多次的折叠来达到这个要求。要求要折四个，那我刚才这样对折一下行不行呢，孩子们？嗯，刚才这样对折一下只折出了几个形状大小一样图形？两个。折出了两个，对吧？我要想折四个怎么办呢？你想一想，观察一下啊。现在王老师如果这样对折，折出了两个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这两个长方形是不是一样大的？是。是的。那我如果能把这其中的一个长方形给它折成形状大小相同的两份儿，那我这个是不是就能分成形状大小的四份儿了？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两个长方形是一模一样大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现在只要能把这个长方形折成形状大小都相同的两份儿，
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嗯，对吧？于是我就想了，我怎么折呢？孩子们，你看啊，我这个长方形，我怎么把它折成两份呢？是不是可以参考我们刚才折正方形呀？对不对？嗯。你看，我可以把它对折吧？可以。可以吧？这样对折完以后，我这一个小长一个长方形变成了两个长方。你看，现在我再一展开，现在是几个图形了？四个，是不是四个小长方形呀？对不对？嗯，这是不是一种方法了？对吧？嗯，就是我通过对折，再对折，折出来四个一样大小的小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嗯，现在你们动手来试一试。好，同学们，这种方法学会了吗？嗯，接着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？刚才我说呀，我们首先对折一下可以折出两个小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两个小长方呀，我除了再对折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嗯，你观察一下我这个长方呀，再上下对折一下，它能折出来什么样的图形呢？正方形。上下再对折能折出四个小正方，对吧？嗯。你看展开以后，是不是四个一样大小的小正方啊？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这是咱们的第二种折法。第二种折法怎么折呢？先左右对折，对吧？再上下对折，是不是能折出来四个一样形状大小的正方形，对吧？嗯。好，我们已经学会两种方法了。接着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？刚才呀，我们都是先把它左右对折，折成两个长方形，对吧？回忆一下，我们刚才学折正方形，折一次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沿着对角线，对吧？嗯。那这个题里边，我们也沿着对角线来试试。如果我先沿着对角线先对折一次，那能折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呢？孩子们，三角形。你们都动手试一试吧。能折出来两个形状大小都一样的三角形。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如果我能把这个三角形呀，再折成两个小图形。再折成两个形状大小一样的图形，我这展开是不是就是四个形状大小一样的图形了，对吧？嗯。这三角形再怎么折呢，孩子们，你们自己先想一想，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对折一下就可以了？嗯。对吧？你看，我再沿着这个三角形，我把它对折一下。哎，怎么对折的呢，孩子们？是不是沿着这个三角形的这条边呀，对吧？嗯。这条线我们把它对折，折完以后。哎，咱们展开来看看，这样是不是得到了四个形状大小都一样的三角形啊？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嗯，这是咱们的三种基本的折法，请你一定要学会。咱们哪三种基本的折法呢？请跟王老师看看这黑板。第一种是折出来四个小长方，对吧？嗯。第二种是折出来四个小正方，对不对？嗯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种，是折出来了四个小三角，对吧？嗯。这三种方法呀是比较基础的，请你一定要掌握。现在你们就动手自己折一折吧。